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两个半小时了，沿途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风貌。以色列的国土有三分之二都是沙漠。哇，没想到在这个沙漠里面有这么大一片仙人掌林。 Hello, what's this? Zabrez. Zabrez. This is a cactus fruit. It's called Zabrez because it symbolizes the Israeli characters. Mm-hmm. Hard and thorny of the outside, soft and sweet from the inside. Wow. 有特别一种舒适的甜度。 它的生长周期非常的漫长，采摘也非常的困难，但是里面还有特别多种的微量元素，对一些创伤的愈合非常有好处的，不知道对伤心管不管用。这次呢，我要在这儿收集一些非常有力量感和生命力的元素，现在是第一张。 当你在沙漠里走很久很久，然后你突然发现一大片绿色的植物的时候，这种生命力真的让人感动。当地人跟我说，这边还有一种特别有生命力的坚果叫赫赫巴。 75 years ago, this place was pure desert to make this desert green. This is the jojoba oil, and it's very similar to the human sebum. You can feel it. 有种坚果的香气，这个油脂很细腻，和明显的对比，非常的滋润。完全没有想到，在这么干燥的地方，还能有这么滋润的坚果油。上天太神奇了，好像一边给你难题，又一边给你解药一样。从耶路撒冷开车，去死海，我突然一转头，正好看到那个远处的沙漠和天交界的地方。 有好几层色彩，哇，这真是太漂亮了！太多太多年的海洋生命精华的沉淀，几百种的矿物质在里面。据说这个死海泥，它的功效比任何的美容啊、 SPA 啊都要强很多倍。 嗨，摊主，你好，我是考拉工厂店的胡然，胡小姐，你好，欢迎，这里是以色列的 Amelia 工厂，摩洛哥精油的生产源头。我在沿途去了死海，装了一些死海泥，还去了这个仙人掌园、赫赫巴的果林，它们的这个生长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和极强的生命力。השתמשנו במרכיבים שונים וחזקים כדי ליצור שמן לנשים אסיאתיות. 我们亚洲女性的头发呢，容易毛躁。那像仙人掌精华呢，能够使我们的头发缩水保湿。赫赫巴精油呢，它其实可以抚平我们头发里面的毛鳞片。死海泥呢，里面有非常多的矿物质，可以舒缓我们头皮里面的一些毛囊堵塞的问题，发根就比较强韧。 我发现这里的女性大抵是因为服过兵役的原因，英气蓬勃，她们的头发很蓬松自然，充满着坚韧的气息。从她们身上，你能感觉到她们带着那种特别强大的信念，打破自我局限的那种勇气。但是同时，她们又会花精力认真地对待自己，对待生活。头发用力生长，我们用力生活。